讲话 ，OMG！ 好想要 YouTube Premium 啊！功能了耶，看得到大家是常常来看之类的，长时间已追踪，首次进房，偶尔进房，不会。太 detail 了吗？这个功能。你好像什么都没显示哎，可能完全没有吧。连就是偶尔进房都没有。说你太过分了，是不是？这机密做的相机。
不要叫我妹妹，很恶，很恶，不要乱叫，不是很舒服。好烂，好烂哦，太烂了吧，给零分。好吧，看来又有人不觉得是零分，成功了。一零一那么大，不然不是附近的话，那也太神奇了吧。昨天前天今天隔一门没关好，是真的很热，就是很热耶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很热耶。很热哎，会融化的那种，很热，真的很热哎。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？我看起来是能回答吗？不好意思，不能回答哦。不会回答那个问题哦。但是真的很热哎，真的很热。真的很热。
没想到真的有，这不算套话吧？他只是直接问而已。对啊，他根本没有在套话的吧？他直接开问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不管大家是套话还是直接开问，我都是不会回答的。但大家可以套套看，我是觉得应该套不出来。真的很热耶。是真的很热，不是假的很热，是真的很热，大家是真的很热，一起床然后就觉得，是，哎，我跟大家说，我最近作息有比较正常，我最近等一下，我要来播音乐，等一下，那首叫什么？我想知道那首叫什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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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首叫什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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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君の什么的，是吗？是吗？那首叫什么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回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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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听那首歌。哎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哎，找一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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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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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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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看来 YouTube 才会有哟，谢谢你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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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只会哼副歌。我的正常是几点？12点左右，正常吧？有正常吧？很正常吧？我的正常就是普通人正常好吗？我就是普通人好吗？对啊，很热，是真的很热。对，暑假反而比较正常。请不要质疑我好不好？林孙哎，搞什么？请不要猜错我的心，我不想跟大家说我的起床时间。但是睡眠的周期算是蛮正常。我是普通人的浪，大家怎么那么会讲话？我不会跳，对不起。但是这首歌很可爱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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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最近睡眠时间真的比较正常。起床时间就是没有很早，但是也是正常的时间，这样子。没有，不是很早，不是很，就是不是健康的。睡的时间是健康的，但是起床时间不是很健康，也不是说不是很健康，就是不是很早的那种。对我来说，很早就是6、7、8点那种，6、7点。天使老师说，天使团要四个人的歌，大家可以找一下有什么四个人的歌，天使团可以跳，然后可以去推荐一下。
很热哎、欸，所以是就是会热到很烦躁那种，会热到影响到心情。然后我头发又超长的，谢谢阿 Kia 的和你一起，就是我头发又超长的。我最近真的是有，我想要剪头发的，好想剪头发，但是不行，但是真的很想剪头发。对，不止热，还闷湿，没错。超想剪头发的，我真的超想剪头，我真的超想剪头发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太热了吧。广告很强，大家，广告很强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广告很强的问题。我真的好想剪头发，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我短发，目前不是因为留长，不是因为头发太长所以说喜欢长，不是因为头发太长所以喜欢短发，是就是感觉的问题。最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比较喜欢短发的时候也不会想要留长，那时候留长是为了留一次最长，就是不是想要留长，就是那时候短发也维持短发的感觉也可以，但是想说好像没有留很长过，要不要再好短，要不要在这一段期间内留一次自己的极限看看的意思。B 前面 ，B 前面都很长。真的，以前的 MV 前面都很多故事哎。我直接用那个就好了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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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是啊，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哎、欸，这个可能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、喔。对对，如果开绿灯染发会有兴趣吗？嗯，其实我已经想好我以后染头发要染什么颜色，但是怎么讲？应该说我不会在这段期间染特殊发色吗？对，就是这段期间我可能会想要保持一个黑色或咖啡色，但我现在是黑色嘛，然后我也没有想要染成咖啡色的意思，因为我没有想要染，目前对这段期间，大家听懂这段期间的意思？这段期间想要试挑染吗？都想试，但是我觉得我一染就会染成就是很不像我的，也不是很不像我，就是大家会想说嗯这谁，就是如果染了我想要染的发色之后，大家可能会想嗯这谁这样子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已经想好我第一次染头发要染什么颜色，而且我已经想了有两年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真的蛮久的，我已经决定好很久了，从很久以前就决定好第一次染发要，你不要一直笑，从很久以前就决定好第一次染发要染什么颜色，但是我不会跟大家讲。但是我已经想好我第二次，有没有想好第二三次，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二三次会想染什么，就是有看到很多发色都想，但第一次的发色不会跟大家讲。但是下雨很烦躁，我觉得，尤其是就是这么热嘛，就是早上可能晴空万里，然后
下午的时候突然开始下雨，我真的是，我觉得傻眼，傻爆眼。彩虹吗？彩虹目前没有戳到我。彩虹为什么是彩虹？彩虹还好哎，彩虹完全无感。染彩虹在头上，就是不会有惊艳的感觉。我觉得啦，我。没办法，我们是没有办法，研究生是没有办法有头有颜色的。我记得，就是连发片这种都不行。研究生是没有不能有任何颜色的样子。对，好像是哦。可是柏林新法是很好看的，我觉得。什么？听起来超级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发型完全。完全不会啊，他们我们想染什么颜色就染什么颜色，不是说我们啦，我是说可以染的人，他们自己想染什么就染。我们不能染头发哈。太久没跳了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忘记了，真的忘记了，真的忘记了，真的忘记了。真的忘记了，是什么？跟大家说一件很惊恐的事情，我那时候太夸张，我那时候发生的当下，我就想跟大家讲，还好我到现在还有记得，因为那件事实在太惊恐。就是在前天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我的书桌前面滑手机，这真的是一件大事，大家，这是我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件大事，然后就在滑手机，然后。就是书桌嘛，那我坐在书桌的椅子上，我就画画画。那时候大概12点左右，然后就啪的一声，我的桌上真的是凭空啪的一声，然后我的桌上，因为我的书桌是白色的，然后我的桌上就出现了一只我此生最讨厌的虫 ，B。蟑螂还讨厌的虫，就是蚁鱼，真的很恐怖。因为我真的很讨厌蚁，我是真的最讨厌的虫就是蚁鱼，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虫，最怕的虫就是蚁鱼。蚁鱼真的是太恶了，蚁鱼真的太恶了。然后呢，我在那边滑一滑，然后我很专注在我手机上，我就这样滑一滑，然后这我就听到啪，然后我想说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看一下，他说，然后就，哎呦。然后就啊，那不是很小，很啊，他就是很小的，还是很啊。
概这么大吧，这样子。很饿，他就啪，他真的是啪，他真的是有就是掉下来的一个声音，就是蹦那种啪，在桌上。很饿，然后就，然后我没有叫什么，然后就啊的，然后是可是因为我家里都已经睡，然后就冲出门，然后我就先去找我哥，可是我哥我就开他的门，然后他已经躺在床上，他真的是见死不救第一名，他真的很烂，然后你不要吵，然后你不要吵。然后他就躺在那边，然后我就过去拉他的被子，我就把他掀起来，然后我就说，又冲的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不要起来，我懒得起来，我就说又冲，救我的，他说我不要起来，然后我就真的是，他真的是一脸我不要起来意思，然后我就去找我妈妈，然后我妈她就已经睡着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。我妈说：“妈，妈救我！妈救我！有虫！妈妈！”然后她，我妈超生气，就说：“干嘛啦？”然后她真的超凶的，她就说：“我很累。”然后就想说：“怎么办？没有人要救我。”然后我又跑进去我房间，我就是，她就说：“是什么的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抑郁。”她说：“抑郁而已，抑郁而已的，又不是蟑螂。”我就说：“抑郁更可怕。”然后她说：“你自己抓啦。”然后我就冲回我的房间，看他还在不在，结果他还在，他还趴在我的书桌上，不知道到底想怎样，他真的没有动。然后我就走出去，然后我又跑出去，因为他就是抬在我的书桌上，我真的没有办法靠近任何一只衣鱼。然后我又再开我哥房间的门，我说快救我，然后我就要把他的棉被拉走，然后他还死抓他的棉被不放。他就说你去找你姐啦之类的，然后他说，我就说，因为我姐可能不会抓，然后我就说，姐搞不好也都不敢抓，说怎么可能？然后我就说他搞不好睡着了，他说他还醒着啦，这样，然后就去隔壁，然后去找我姐，然后就说姐姐救我，有虫的，然后我姐就，他就说什么啦，然后我姐就起来了，就是比较。令我震惊的是，竟然是我姐救我，而不是我妈或是我哥。我真的是快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下真的快哭了，我以为我姐不会救我，因为她以前都不救我。然后她真的去救我了，然后我姐就到我房间，她就看着她，然后说她真的长得有点，我就说对吧，真的好恶心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害怕嘛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。然后我姐姐很饿，救我的。然后。他就说大家都已经在睡觉，说然后我就变小子，很饿，救我这。然后他就说，可是他真的有点饿。他说不行，救我。然后我姐就，他就说那你去拿储那个厕所的肥皂水这样。然后就去拿，我就拿给他，然后他就喷在我的书桌上。然后那只抑郁就死了，他就说他死了。然后就是，然后我就拿纸给他，不是，他原本还没有要抓，他原本还没有要抓，然后我就靠，因为我离就是我书桌，然后我的床的窗户，然后我就靠在窗户上面，因为离那边最远，我就靠在窗户跟他说，我给你钱的，他就问说多少，然后我不跟他说多少，然后我就说来，他说好，然后就把。没有，他丢到马桶，然后把它冲掉。我们家的感情就是这么薄弱啦。你们这些人真的是给我检讨哎，请检讨，真的很恶心，是真的很恶心，就是而且我没有认真去看它，因为我看它不像蟑螂，我就觉得那只一定是蚁，然后因为我真的很怕蚁，我真的是
我真的很讨厌蚁，就是之前很小的时候，国小课本可能会有蚁，我记得国小的自然课本有一只蚁，然后那一页就是有蚁，我就特别把那一页这样折起来，就是折那个书角，为了把那个照片盖起来，就这样折起来，然后都这样翻，真的很恶，真的很恶，真的很，真的很恶心，我没有办法接受，真的很恶心，真的不要闹了，你不要再说你喜欢，不干我的事，你喜欢就喜欢，不要跟我说，我不在乎，真的很恶，真的很恶，很恶，很恶，太恶了，真的没差，你喜欢你养，不干我的事，不要跟我说，我不想知道，太恶了，我真的不想知道，谢谢你。但我觉得我会那么怕是因为我之前有讲过，就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哥房间，然后我就开了我哥的奖牌吧，就是他那个奖牌有一个盒子，然后打开之后看爆炎，很爆炎，刚才很爆炎，还好我的理智帮我挡下来了。我打开之后就两只比我刚刚比的那个，我刚刚比的差不多这么大吧，但是那时候跑出来的是这么大，然后这么肥的那种，真的很大只，真的就是很像妈妈王那种，伊鱼王的那种，伊鱼王大家懂吗？就是伊鱼王大只的蟑螂的那种 size， 很恶，然后就两只，我就这样打开，然后就两只这样，然后他们就这样很，因为伊鱼动很快嘛，他就这样出来，然后就，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小，然后就尖叫，然后我就尖叫，然后把那个奖牌丢到旁边。然后我就忘了，因为那是很小的事。对，伊鱼界的霸主那种，伊鱼好像我宝可梦，真的很恶心，真的很恶心，真的很胖。小时候的，小时候的，而且还是两只，就是不是一只，这么大哎、欸，这么大。看到吗？没玩，真的很恐怖。霸主宝可梦，因为类似那种感觉吧，就是比一般宝可梦还大。大概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第四次看到鱼吧，还有一次是在整理书柜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一堆，也没有一堆啊，大概几只，然后就把书拿出来的瞬间，因为里面还有书嘛，就是前排的书、后排的书，前排的书拿出来之后就看到后排有一些鱼，然后就真的吗？3亿年前就存在地球上。你不要给我英语小科普好吗？我真的没办法哎、欸。但是蟑螂也很恶心。不是，他们为什么要长那么恶心？蟑螂跟鱼，我比较怕哪个？还是怕鱼吧，鱼真的太恶，鱼真的太恶，鱼真的太恶。白蚁呢？白蚁不要靠近我，都还好。就是我看到可能白蚁在灯下面飞那种，我会觉得就是哦有白蚁这样，然后我就走过去。好想像你，但是我爸能不能？哦，蜘蛛想到它会吃蚊子的话，就比较没有那么可怕，就会觉得它是就是有益的昆虫，所以就不觉得怎么样。只要我转过去，就是我先看到它，然后我停顿一下，再转回去的时候没有看到它，那它就是没有爱到我。
蜘蛛的话，我不会让它，就是我不会去把它杀掉或者怎么样，因为它会吃蚊子，它是对我来说是同伴。你讲话的口气有点烦躁哦，希望可以改进一下。你们我也不要这么闹啊，一个怕壁虎，一个怕蝴蝶是怎样？你们是怎样？好，我知道我不，我知道对怕蝴蝶跟怕壁虎的人很不友善。好啦，大家就是。好啦，继续怕，很棒，跑远一点。对啊，怕是很正常，就是真的，就跟我怕抑郁一样。虽然我，好啦，大家就是加油，各自面对自己恐惧的东西，加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壁虎现在很多，可是壁虎很可爱啊。壁虎不是也会吃虫吗？而且它，对啊，它会叫是蛮吵的。但是我宁愿有一只壁虎，我也不要有昆虫。壁虎长得很无害啊，我觉得，我的观点，在我的眼里，壁虎长得很无害。我觉得八大虎跟大灯笼可怕吗？还好，我没有，我不会怕蝴蝶。我是一个，我觉得蝴蝶就是一个无害的可爱小昆虫。对我来说，蝴蝶就是昆虫里面最友善的吧？我觉得，对我来说，昆虫就是蝴蝶是昆虫里面最友善的。我不会觉得神奇宝贝可怕，但是我还蛮怕蜜蜂的，就有时候蜜蜂会很靠近人飞啊，那样很恐怖哎，会怕被它出，可是好像被说它自己会死掉，但还是会怕，因为它还是有一根针。想崩的，没人让我有点想崩掉。这有三个怪兽是不会靠近，其实跟蜜蜂无关，因为什么都可以撞，鹿也可以撞。哦，不会吗？真假的？不是蜜蜂都会吗？蜂类都会不是吗？就是它那根针没了，不是就会狙吗？不会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吃饭啦？简直如同刀割，是有被叮过吗？经验者。怎么那么强啊？好强哦，他，好强哦！尊敬啊，尊敬虎头。
有被什么意思？藏在，然后他就出来盯你哦，怎么那么衰？大家怎么衰啊？大家怎么衰？大家请尊敬，尊敬啊，尊敬虎头蜂啊，我尊敬虎头蜂，尊敬啊，表示尊敬 ，respect 虎头蜂。大家好惨哦，但大家还活着耶，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，大家还活着耶。哎，好可怕哦！哎，那你的人生经验真的很丰富。还好吧，这比被刀割好啊。那你们还活真的是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你们还活着。大家想现在活着真是一个奇迹啊，奇迹，奇迹也赶不及。哥，你有被叮过吗？蜜蜂。嗯，好，你可以继续玩你的手机。哎，我跟他说我打针的地方多了一颗痣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虚拟记忆，就是小时候的记忆，就是太久之后就会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。这颗痣就是，我记得我也是有一次打针，然后把针就是打这里，然后它这边就多了一颗痣。状况吧，小时候体弱多病，我蛮体弱多病，怎么可爱呀？突然大师弟也太可爱了吧！谢谢华的红包，谢谢。
错过了一个特效，是你的托托你，谢谢大家礼物。我记得很上面有人送礼物，但我好像没念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妈妈记得祝福你们，谢谢。他们是不是帮礼物取名，直接取到没有，想不出别的名字，都很像啊，就是冰凌之类的。就是你戳戳你，还有什么？会不会之后出现一个抱抱你之类的？对不起，我觉得太荒唐，太荒唐以至于表情管理没有。谢谢傅伟带你去流浪，谢谢。大家可以对，就是去买小雪灯，大家可以去买小雪灯。大家可以就是去买小雪灯。好，还有五天，大家可以去买小雪灯，不用送，可以去买小雪灯。买了，很棒，大家可以不用送，去买小雪灯，去买小雪灯，比较重要。也不是比较重要啦，怎么说呢？应该说生写真大于这个吗？看房是不太好，但是看大家想要送什么。但是我觉得以就是那种怎么讲获得的东西吗？生写真还是比较好的，毕竟生写真你可以拿到一个真的东西的，你可以拿到一个实体。会好吗？总比这好。拿到实体不是比较好吗？拿到实体。这首歌很久了吗？这首歌真的很久了耶，但这首歌真的是忘不了耶，因为练太多次了。大家看这首歌会一直看到不同的人，大家懂我意思？就是我们第一次表演是跳起来，然后二期生也是跳的起来。
来听一首也很久的，这首也很久了，这首也很久了。那个 reset 公演前的那个叫什么啊，我已经不知道那个叫什么，普通公演吗？不知道叫什么，普通公演 mini控 的回忆。回忆我还记不记得，哎，哪一首？
这个也是。Oh yeah， 这个。Oh yeah。啦啦啦啦啦啦。还有什么？这首还有另外一首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看到 Daisy 的 MV 啊？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看？看一下，是吗 ？Happy End， 好像可以哦。你可以一起看嘞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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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可以看一下，要开始了吗？给大家等，等他有声音就是开始了，应该吧？还是其实已经开始了，是我网络的问题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哎，不懂。哦，倒数了吗？哦，进广告了，怎么还那么久啦？好久哦，我都要关播了。哎，差不多哎，开始的瞬间我可能就要关播，好像是哦。哎，真的哎，是吗？1分15秒，我还有1分10秒。哎，真的差不多哎，差不多。那可以陪大家聊一下天。关播的瞬间，大家可以刚好去看。还想装水哦，没水，但我快关播了。可是大家这样子就要一边播我的直播，然后一边看 MV， 不会觉得很烦躁吗？不如就是专心做一件事情，我可以先陪大家等30秒的时间，待会这样我要来迅速念榜，我看一下我榜要不要念很久，不知道。好啦，今天可能要加班一下哦，但也不一定，今天可能从第7名开始念吗？我不可能在10秒钟念完吧。好啦，陪大家看 MV。我是张阿姨老大家。我第一次就是跟到53210，哎，哦，等一下，我要露半脸，这样比较好。衣服很可爱耶。看一下都是怎样。妈，东子轩怎么那么漂亮？
蔡杰怎么可爱。大家看的声音不会跟我重叠。还有，等一下。没了，好痛，我的手。哇，没了，看吗？大家喜欢吗？播一次好了，再播一次来念榜。好，就是还是有广告嘛，不好意思嘛，真的是不可避免，不可避免。大家可以等我关，然后去看，一定要去看哦，大家！我现在念榜第七名是熊熊，谢谢熊熊。第六名是阿 K 啦，谢谢阿 K 啦。第五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四名是马尔济，谢谢马尔济。第三名是瑞生，谢谢瑞生。谢谢。第二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，谢谢。谢谢。第一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然后。然后我应该要发业配了，没错，七月，看一下三，七月，七月三十。大家去买，今天的直播。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赶快去看 Daisy 组的《因为喜欢你》，哇！大家赶快去看，哇哦！说再见了，拜拜。